前又撞一个头黑黑的。韩国的有好吃吗？那谁的比较好吃？妈妈，妈妈煮的。教育成功，拍手拍手。阿波阿波，韩国的饭好吃吗？那谁的好吃？妈妈，爸爸，妈妈，爸爸啦，妈妈，啊妈妈妈妈妈，怎么样怎么样？哦，这么好吃哦。没有啦，好吃。哎、欸，真的快吃完了！不浪费食物，怎么可能一锅吃得完？超好吃，怎么可能吃不完啦？哎、欸，你直接不用戴大头孔，戴这帽子就好了。是你去抓到观光局送我们的，赞赞赞！你还问我爱偌济钱呢？哦。安喏，这偌济钱呢？哦，安喏，哎，阮囝要爱地瓜呢、喔，哎，爱食都听得懂哦、喔，哎，我买地瓜，安喏，搁迄两支，两条番薯呢？哦，嗯，好啊，小控制嘞哈，第一天而已，小控制一下，很好吃哎，700块，你觉得韩国的比较好吃哦、喔？韩国的红色的地瓜。等一下还要再吃一个。好、哦。韩国人一碗。我去找一下。啊？进去。哈哈。韩国的咖啡呢？韩国的咖啡呢？帅啊！他说都是垃圾桶，不是垃圾桶啦，垃圾桶，这个不是垃圾桶啦，哇！三个一个垃圾桶，不是哎，谁不能，好像哦，耶！哎、欸，你们穿这样好像在韩国呢、欸，好像哦，就在韩国，好像啊、哦。不错，你到韩国一样保持这个小习惯。好吃吗？照呢，这样就不会掉了。赞。三个会加三个，对啊，赞。这是我地暖啊，修修呢？有吧？这嘛修修呢？这是你今晚的房间。有啊，这嘛小房间呢？哦，对啊。你今晚睡这边是吗？对啊，睡醒就搭帐篷啊。哎，没有机会了，因为我已经。妈妈，你们家苦鸡啊？下午怎么吃？超好吃！还好啦，晚上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晚上知道该怎么做了。该怎么做？就是来帮我顾小孩。等一下，不然你要干嘛？已经倒了。哦，想干嘛啦？你们是第三胎之旅了。没看到血的香巴啦哦，香
巴佬，乡巴佬，台湾就很多了啊，在那边很卡怂。你们在干嘛？宝宝，宝宝，宝宝是脚架还是摄影？拍呀，拍呀，拍呀！哇！对对对！啊！还没开始！啊！在笑啊，在笑啊，在笑啊！看你笑不笑得出来，笑啊！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！他们怎么在上面？大哥不敢啊！我帮你们拍照哎、欸！我很贵，洪嘉玲，我等一下看你笑不笑得出来。你老婆啦，洪嘉玲在笑啊啊！手打开啊！来啊来啊来啊！哎，倒过来了，这个头发。你在那边？怎么拍啦？人在哪里呀、啊？妈妈，哦，有心无故。看你哥表演，太好笑了。去帮你拿龙虾、牛肉、鲍鱼、海胆、可乐、柠檬汁、西瓜、红酒、白酒、苹果汁。他还是有在听。起司蛋糕、马卡龙、小笼包、意大利面、肉麻。专业玩具人，快笑。顺手出来还要再拿一个套，不能推。他吃两个，是阿嘎的。他吃两个。什么？阿波在干嘛？一大早在干嘛？重平啊，卢卡尼，重平哦。重平哦。很抢手嘞，你女儿很抢手嘞。学喽。还学喽。什么意思？我改一下，我改一下。啊？呀，你也害干哥。阿你有干爹。什么意思？啊，童话都骗人的。哎，不是王子啊，你可能要停久一点。不是王子，不是王子，不是王子啊。不会信。对啊，好了，下辈子，下辈子有缘再见呐，好不好？哦，伦哥好棒，伦哥好棒。就要跟这个拍照，帮你拍照耶！去找他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你们一样哎，同学。
哦，帽子还可以变这么大的帽子。做了一个女生的熊熊。不要再惹怒阿波了，蔡明。济州岛这个海鲜火锅，我跳跳什么脸？这里不要好了。对呀，你最爱的彪妈妈，彪妈妈，彪，你去吃吧。彪爸爸，彪爸爸，彪爸爸，把雪藏起来，彪爸爸，彪爸爸，哎。烤一烤，甜蜜小两口。哦，有没有热恋的感觉？没有热了。要死了，丧尸了，漂浮漂浮。人满为患的泡面。赶快赶快赶快饿死了，快饿死，会饿死，会饿死。妈妈都一直带我去鞋店，鞋，一直买鞋子，玩具店没有玩具，没有东西可以买。你穿这样也好像圣诞树啊。边挤边挤，今年今年今年，一百张快一百张。哇，高级咖，高级咖。穿越玩具人。啊，这韩国的鱼就是韩国鱼。Hello。哇哦，这里的鱼好酷哦。噔噔噔噔噔，人来水族馆啊！你伫遮咧食卡，即个食灰猫安尼啦。哦。出来！死掉了哎！对了，还没踩到白色火山爆发，几岁？几岁的人了，还在那边踩到会火山爆发？嗯，嘎哥，嘎哥，这样不用等，那你帮我按一下。啊，师傅，这里啊，我有包也懂，包也懂哈。有吗？有香吗？香成这样，哦，哦，好香啊，好香啊！好，大家辛苦啦，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不救啊，我们的那个可乐旅游的招待，谢谢大家，今天再见。我要干杯，耶！大家都
谁怕谁就输了。乡亲们不要怕，乡亲们加油！不要怕，不要怕，难道？哇！好恶心哦！哎，不敢。够了吗？我在大便。我在大便。大头猴保护张。不是吗？我不是。很像啊。我不是。